旋体筒往哪里绕着圈好奇爬到底算不算更高的原地最神秘的发明是玻璃莫过于视觉清晰同时能隔离画像一根随风的心情牵引我身不由己却偏要借用自由的名义我奇妙说来奇妙在谜底揭晓才前几秒却慢的难熬奇妙世界好奇妙上面长大后擅长